我第一次跟我家人出国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。哎、欸，我们小时候有一起这样子出去玩过吗？从来没有。有啦。出游哎、欸。完全没印象。不知道这两位到底会不会惹我生气呢？我现在抱病跟你们出国，然后你们现在在那边问我说要带你们去哪边玩。我弟第一次出国，然后呢，我就帮他订星宇航空。我本来想要带你们去日本，就后来发现超贵。原本想说要去日本泡泡浴，现在就感觉太多了。没有，想要知道我还没有整形的时候长什么样子，其实只要看我哥就可以了。差蛮多的吧？我脸不差。第一次跟我家人一起出国，他们一定是。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做，然后我可能就是要带着他们这样。不过我弟蛮乖，应该是不会惹我生气。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可能是我哥，对吧、啊？他现在去上厕所，我现在偷讲他坏话，准备前往泰国。可以登机了？还没啦。我们位置刚好很巧的在厕所旁边，嗯，对不对？到处都有人走来走去，嗯，这样要怎么拍很好笑的感觉？啊你除了这个重点还有什么？空姐会坐在我们这里，一坐下来就一直用，像个好奇宝宝。那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哥哥都有，小姐也有，还有空姐在旁边，弹性很多，节目还蛮多的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搭其他的好像都没那么多。第一次吃这个飞机餐，你加了什么饮料？味道如何？都一般般。可以吗？赞赞。王石很明显非常好吃，咸蛋黄布丁。刚刚那个阿姨有密我说麻烦你照顾你家。刚刚阿姨叫不要让乱带他出去。他说不是要去夜店，他说什么要去洗泰国泡泡浴。我弟今年满18，所以我哥想说让他去登短廊这样子。他脸红了啦，陈伟。刚刚我哥说他请我们喝水，他说没什么可以招待我们的，请我们喝水。结果水一罐98块，他说啊没关系不用。机场的水也太贵了吧？生日呢一定要让我们家人做好一点的。我想校外教学，期不期待？来，请上车。来，校外教学，请。好，我们这边竟然有水。我们这样省多少钱？300。你不是这样子被我气了？没有，刚原本要请他就吓爆了。我哥刚刚叫我们陪他去台湾的 ATM 领钱，然后他到泰国还跟我讲说他要换泰铢，我也想说好，那你要换多少？3000。连弟弟他才18岁都知道来泰国，他准备了10000块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个3000块他到底要怎么花。我怕被抢。啊？我之前来泰国的时候，我被抢过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时候就在便利商店，我以为那个人需要被帮忙，感觉比较弱势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以为他需要帮忙，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，我来打，也不是先套话的，然后后来之后又说什么，他想要看一下台湾的钱包，我就拿出来，就立马他就抓走了，然后幸好我就大尖叫，然后我朋友他们忙就过来，这人还有一个恐怖，他把我的钱抓走之后，我拿给他，然后被黄冠杰看到，黄冠杰一把抓过来，冠杰是那个大男人。加简单看一下我们这次订的 A&B， 很温馨，然后这边有厨房，重点是它这样子两间，你猜多少钱？这样子一天晚上要多少钱？2000块。不理你了。一晚上？对啊。干，这样子1500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5000呢？风景很漂亮。5000，可是两个房间呢、欸。哦，那还蛮便宜。对啊，而且这边可以住5个人，那只是因为我们3个人。晚上我会找两个人。先不用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它这个景很好。朋友推荐我来这个 Super Rich， 你们只要记得 Super Rich 就好了。这个汇率算是还不错的，换钱的对面刚好就是 Central World， 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，这是很有名的 shopping mall。来，我先带他们去吃那个。230的汉堡 OK 吗？就一次就好，3次比麦当劳好吃。
它的肉好好吃、哦。对啊，饼皮也是那种很像面包，对不对？就不是那种汉堡。对啊。这个 potato corner 我在 IG 已经发到快烂掉的薯条，这个真的只有泰国才可以这样一次点四个口味，对啊，在美国只能点两个口味而已。台湾吃不到的味道，对，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真的超惊艳的，所以我一度想要把这个薯条带你进来台湾。就后来我在寄信给他们的时候呢，已经快要审核通过了，然后他们就说叫我要签保密条款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因为我本身有在经营网络，请问是要保密到什么程度？他就说，哦，那没关系，暂时先不考虑。天哪，就这样子就没了，只是跟你们报告一下，就是我有去申请代理这样。来，给你们咖啡秒掉，五颗星给几分？五颗。对啊，我哥比较喜欢刚刚那个薯条，因为他觉得那个薯条比较脆，比较热了。他们这个 Central World 楼上这边都不收现金，一定要用这个，就是要去他们柜台那边出之前，然后用这张卡付钱。他们点了一个这个蛋黄果条，然后他是选河粉的，看起来很泰耶、欸，好辣，太辣啊！它的汤口感是有椰奶还是什么之类的吗？没有，就单纯辣、喔。对啊，还有点甜甜的。甜甜的说得上是什么的甜吗？嗯，就是类似甜甜的那种甜甜。它加了很多很像，不知道是香茅还是什么的，他们这种菜式比较常见的那种材料。哎、吃出什么感觉了吗？我觉得很好吃。你喝一口接一口，对不对？嗯。吃完了哦，这个一点。那一间，好，就是那一间。它叫蛋黄萝卜条。他们这边百货公司就是七点就关。七点打烊。对。阿红在区刚好七点开始了。那我们真的随便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在泰国几年？几年？六年。六年的台湾人哦，他叫 Benson Tai。昨天去吃街边小吃。走走走，好期待哦。这间真的哦。就是上次带小吴他们来的那一间。这里的话最有名的，它就是手工猪肉丸子面，清汤的，然后这个的话盐豆腐，然后还有酸辣汤口味，很像甜不辣酱那种腌豆腐。好好吃哦！外面这个的话是老板娘，老板娘很爱去台湾玩。这台湾没有换你带她去玩、啊？没有啊，他们是不是要给我卡孔明熊？我每一次都带人来他们家、欸。对啊，我刚刚有点像要想说是合作关系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带他们去那个吗？你知道哪边有吗？你可以边帮他们翻译这样子吗？就由我来喂两位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那你要问我们可不可以啊？也可以、啊，可以，哎、欸，也可以，什么意思？但是他只带三千块。他说很好吃哎、欸，我要试试看吗？这是斑斓口味的绿蛋糕。斑斓是什么东西？斑斓就是新加坡那种斑斓叶，绿色的，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味道，就甜甜的。它是新的，是榴莲口味。泰国一年四季都有榴莲。我们预算只有三千呢，我们该干又少一百，我靠，要这。你说我跟中国长得很像，像啊。不是啊，那这样子我要不要叫整形医生把我钱还我？还是我直接就被你大烧？哎、欸，我会不会随便你们啊？我不要你，要不要像我哥在泰国出柜的故事？其实我终于出柜了。对啊。我来试试看。真的很好吃哎。对啊。我刚以为他在那边拉塞说对面有一间好吃的那个。榴莲味没有那么重，这个真的可以吃。这边的话，如果就是要去泰国洗的话，差不多是2500，然后加小费600，总共加起来3100。那我们今天预算只有2700。可是2700的话有吗？2700可能就是只能挑最后排有 A B C D 等级，可能只能挑 D。可是那边不能露营，对不对？不能露营。是我的要求，其实有动就60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他一直动不动就在那边说谁很漂亮，谁很漂亮。我想说，干他只要基本上今天看到所有女生，他都一直说，哎、欸，好漂亮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可以。那你要问我们搞不搞痒 ？No。男的会不动，我也有动啊，也可以啊。这个是手工猪肉丸子，嗯，然后他们是现捏现煮。这看起来真的有在酸辣哎、欸，他们天天吃不会腻的那种。不会啊，不然我走过来可以。
他刚刚在跟老板娘讲话，很像那种就是导游，然后在那边介绍合作的店家，就快看一看价钱，这不可能很贵，完全没有抽回扣哈。谢谢。哎、欸，他这个面条我喜欢哎、欸。蛋面，这叫蛋面，就是面条外面裹鸡蛋液。而且它这个汤头很清爽，因为就是这个猪肉丸子的汤啊。它是猪肉丸子超可以，不是那种臭臭的，没有猪味。对，嗯。裹这个蛋的这个面真的很好吃，你们要来吃吃看。好的，我们这样子总偷偷才200字而已，超便宜。还有饮料跟那个水，然后叫他带我去吃火山排骨，他说火山排骨吃不下会一直咳，上面是淋那个辣椒水。好，这样算生吃？生吃啊，他会捞一杯给。然后就这样子。看，真的假的？有人要尝试看看吗？跳跳加生吃。哎，没人敢，我们这猫毕竟养在水族箱里，还是有点色。那要不要用泰文跟他爹？好啊好啊，你教我教我。西瓜点木板送掉，西瓜冰沙两。不要放水，放我们点就可以了。点木板送掉，有个熬马宝蓝。猪肉串，哎，这很突然呢、欸。这一间就是因为在他隔壁，所以每次我来都一定会买。快是不是？嗯。帮我把零钱付起来。冷的也很好吃。哎、欸，它很蜜汁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教我好吃的那个泰文。阿软妈。阿软妈。阿软妈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今天有一个人问我说，你可以不要再学法拉利姐讲话了吗？法拉利姐讲话，我婷婷来喽。会不会叫玛莎拉拉蒂姐？可以可以。玛莎拉蒂换谁的音律？哈哈哈哈哈！烧掉头壳坏掉了，烧掉了。他做泰国的水果西施，就是这个夜市的招牌。是哦，他的超贵，他的一杯要100。真的假的？他是卖脸，他就卖颜值，对不对？他旁边还有保安。哦，真的哎。你现在战斗力多少？差不多到这了。买不到的限量版鞋子这里都有哦。那你试驾也有。哎、欸，你推荐的这间真的好喝，他这间椰奶好喝。天哪，我们班神哥哥赞我们呢、欸！你这样子是要考泰国的驾照吗？泰国的驾照，泰国的笔试，然后其实交通规则跟台湾的都很像。泰国的话是右驾，然后是左去右。台湾车道最外面是不是最慢？最里面最快？对。泰国相反，最里面最慢，最外道是最快的。高峰时间要去机场，建议坐机场快线。打手枪多少钱？打手枪500，泰铢哦，哎、欸，那这样3000够哎、欸。但是打手枪是男生买的，哎、欸，男生帮你打，好像是男生，哎、欸，帮你打手枪，应该是都女生吧。Ben神带我们来他推荐的按摩店，哎、欸，客满哎、欸，靠腰，300一小时真的很便宜耶、欸。客满哎、欸，这一间真的很红哦，这是非常红的贩卖机。你要喝什么来？水就好。你要什么水？柠檬水。冰 water。这个人啊，也是年轻创业这个老板，然后做了这个之后，他赚了很多钱。因为每一个饭店、公寓，整个泰国都有这一套给出来。然后它里面呢、啊，还有很多，比如什么冰沙啊、果汁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非常多。哎、欸，他这间又更便宜，我吓到哎、欸，2小时550，刚600。会很痛吗？不会。真的，所以你可以按脚就好了，按脚就好了，要吗？你要女的，我不习惯给男生的，那你带女的比较勤劳。你要女的，我是因为不想给男生碰我的身体而已。对啊，你是想要女生碰你的身体？我不懂。但也只有阿姨。我妹不喜欢给男生碰她身体，我知道我最好是阿姨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绿色的，我不是要那种色色的，没有色啊，这些这排都是正常的。他现在已经在扛掉，他想扛掉。没有，年年是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按摩，他们三位指定全部都要女生，直接女王式下跪。现在会先帮你们洗脚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按完摩又继续吃，请问到底是要多会吃？现在有什么面好吃的？船面，船面是黑色的黑汤，然后跟那个酸辣汤清汤，跟刚刚那道理一样，都是选这个。冬粉或米线也很好
吃。说这个甜点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是这是陷阱好吗？放着给你，然后你拿起来吃，你就要付钱。太过分甜呢，大家不要乱吃。这个真的很小一个，因为它一碗20，一碗20而已哦。20块，对，看一口就没了，应该吸一口真的哎。这个是配菜，这是那个九层塔，然后加一点这个。豆芽菜，你是不是已经忘记怎么讲？我们当然为什么是黑色？因为大海污染了，是不是？它是猪血，很香。它这间真的好吃，它这一口就没了哈。这间船面就在这个商场里面，那旁边很多夜生活，所以很多人会结束之后过来吃，开到很晚，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。这是肉松饼干，但不能带回台湾。这个 Seven 的馄饨汤真的 CP 值超高，超级好吃，而且是虾子。Easy Go 跟 CP， 就是 CP 有点像那个就是炸鸡台湾的那个大牌，然后这个肉粥也非常好吃，有鱼粥跟肉粥，香菇肉粥，各种面条给你选。这个汤头真的是舒克爱豆的香菇。天哪，我正在泰国吃面之旅。这个是红烧牛肉面。好的，我刚刚试吃完了，我比较喜欢这个猪肠面也大腿，因为猪肠面也是这个红烧底。这一家非常特别，是主打吃到饱，不饱不给你走，就是你可以再加面，所以你可以点红烧的，因为送来的加面是清汤的，所以你一个人可以吃两个口味，是不是很消贪？天哪，谢谢你耶。现在回到饭店了，本来我今天还有点贪心，想说因为平常我跟我家人就是都不会聊天，然后什么的，想说我们这次出国会不会没话聊，结果意外的蛮好玩的。出国吃太多一定要吃我们家的小薯，这个一包里面就有118种蔬果萃取，吃太多真的会有很大的罪恶感，尤其我超容易便秘的。如果你们跟我一样的话，真的一定要买我们家的酵素，我都叫它炸马桶神器。买了之后不要问为什么会炸，因为它就叫做炸马桶神器啊。水上市场的概念，水上市场，帅哥洗头店，好，超好看。我弟终于有情绪了，看过我弟生气吗？太平猪可以等到米其林真的不是盖的。